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李艳。前阵子大家有没有疯狂的在追奥运的比赛呢？球场上是不是有好多好厉害的运动选手？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画画看人的五官、人的脸蛋。那通常呢，我们会先画一个椭圆形，然后在横的跟直的二分之一的地方，我们就画上一个十字线。然后眼睛呢，通常会落在二分之一高度的位置，然后鼻子会在四分之一的地方，嘴巴呢则落在差不多八分之一高度的部分。那如果用这样的方式来把人的